我们先来打剑之试炼。哎，看老婆日记，哎呦，不错，这个选项。哎呦，哦，烤蛋，干，我不要烤蛋了。啊，看日记，不可以偷看，不能看。不是，不是喜欢萨尔达公主。帕亚大鱼，哎，你给我小心点哦！什么帕亚大鱼米法，米法大鱼帕亚，米法大鱼帕亚大鱼，啊，米法大鱼，米法大鱼帕亚等于黑肉螺，嗯，然后大鱼女装的林克，然后大鱼。茶度，然后没有公主。喂，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拿到弓，干，糟糕，我只拿到剑，没拿到弓。我觉得好像可以，可以抓抓边边，抓边边，炸弹，炸弹啊，这个用子弹，好，试试看。吹上来，吹上来！哦，真的，我以为这不能用炸弹炸。哎，炸不到。哎，糟糕！哈哈哈！哎，这个东西要爬十几层啊，而且从头来，会从头来过，比救公主好一点。是啦，至少我们不用去救公主。救公主到底是多么不行的一件事！一讲到救公主，大家就干，我宁可去他妈打大师试，打那个大师之剑的试炼，也不要救公主。公主表示干，宁愿去打龙，我宁愿打条龙，也不要救公主。宁愿打个人马，也不要救公主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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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是在射什么很危险的洞？七，嘎，一箭是杀小啦，一箭呢、欸？嘎，我受不了了。目前第一层没神到血，完美。哎呦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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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亏爆了这场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这场死。哎，我跳下去，我他妈死了，我死了啦，我输了啦，怎么可能？才刚说完第一层没损血，我才刚说完，第一层都没损血，然后上来被捅了两刀，哦，我觉得我不行了，我真的要吃，我要吃榴莲了。原本想要全部拿来丢加农的，我这个炖水果，我原本你看想要让加农尝尝这一百多颗星星，你们觉得要吃30分钟加攻击力，还是哎、欸，这个我要留给加农，我要拿来打加农。FGO 现在已经无限，哎呦，我在干嘛？我在看啊！都是你们，我怎么哎、欸，我怎么今天那么不专心啊？干你们不要再跟我讲话、啊，他妈不屌你们了！你在跟我讲话试试看。就不要问问题。哎、欸，我最喜欢大家了。为什么不在？哎、欸，看，为什么不在空中射就好？我他妈在平地都射不好啦！干，他是有意识在闪啊！为什么不在平地射？你可以懂了，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不在平，不对，为什么不在空中射了吗？有懂了哈？哎、欸，啊啊！开始觉得可以考虑要不要救公主了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又回来了，回到最初的感动。哎，白的，妈，你他妈的，干，我这局怎么这么惨啊？哎，哎哎。干，奇怪，我刚不是防御了吗？我想要独挡了，我这局怎么开局那么差、啊？
做人不能随便膨胀，不开玩笑啊，做人真的不能随便膨胀。像我一样，非常的谦虚。差不多了吧？看，丢我石头！等一下，干！我刚才是刚我射第三发的瞬间，突然觉得，这个，香蕉，我的香蕉。哎，这是物理跟化学。等一下，不要闹哦，不要闹哦，不要跟我闹哦。哦呦，这是怎样玩盾反射？来。他就直接给我喷不见了，老任，你这个物理太差了，就说任天堂的物理运算是不及格的。啊，妈的，任天堂不会做游戏。听说树皮可以吃，是不是？现在什么都要吃。我们连树皮都要啃，我已经感受到我们现在在那种荒岛漂流，什么都要吃的感觉。黄金传说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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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们就一直做这个最难吃的料理。身为一个厨师，煮这种菜实在太痛苦了。身为一个厨师，居然要煮这种料理，看不下去了。那是拿来生活的，不，我们现在连树皮都要啃。哎呦，我操！我怎么看不到呢？我知道怎么？哎呦！不要啊！我的妈呀，这傻小啦，稳健的。吃一点垃圾。林克表示：“还不差，这个木头其实吃起来还不差。看林克刚刚吃木头吃的好满足呢。”我打不到他的脚，我塞他，我看不到。搞屁呀！也太刺激了吧！打这只。敢打这个压力好大哦！我好想在这存档哦，可不可以让我在这存档啊，老任？小朋友，跟 AJ 大哥哥一起来玩游戏。不要往上，不要往上，赶紧撵嘞，下来。Hello, where are you?下来，跟 AJ 哥哥一起玩塔诺西的游戏。我他妈勇者林克，居然在那边啃树皮！啊，精灵跑了。真的真假的？还有精灵？干，我没看到！我操！哎呀，干，我没看到啊！真的，硬吞下去了，林克。
还拍拍肚皮说好吃。我们林克真是个硬汉呢，连烤树皮都可以吃得津津有味的。没有啊，等一下骗我。没有啊，在哪里？哦哦，找到了。不对啊，哈，等一下，哈哈，我上来然后呢？等一下，大家可以告诉我在哪里吗？然而并没有卵用，我飞上来之后，然后呢？干，好智障哦！我的妈呀！宇智波骗你，干谁骗我啦？我飞上来了，还是这里？这里其实可以炸，这里其实可以炸，我知道，这里其实可以炸，对不对？在哪？我真的搞不懂，求解。应该是有特殊的墙壁。哦，我操！哇靠！我在那边烧木头，气死我了！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以为我们很好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朋友。只是提供你上来的方法，谢咯。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。反正也没事，慢慢射，好爽啊！最后一关啊，终于好了，收工了，终于，当当，感动，哭了。高级有23层，我有点不想打，23层有点多哎。哦，终于，我真的觉得玩大师之剑这个挑战真的变强了。